我也想看法，我看多少。啊，算了，把这个小人毙掉。我哪跟小人扯上什么关系？就当是医药费。那明天你给支票还是给现金？一定要现金，我谁知道他的支票能不能兑现？告诉你，我给十万八万的眼睛都不眨，一万八千。也证明了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。